说会不会太漏，会不会太漏，然后我心想说就是有花堪折直须折，有胸可漏直须漏。我不确定我弟是不是，你是吉祥物吗？我算是那个开运小物吧。为什么一般开运小物会是红内裤啊什么的？你是就是想说我平常就是有吸收厄运的这种技能，然后就来帮姐姐挡个煞，看能不能顺便敲响金钟。哦，好哎，可以，听起来还不错，那蛮好的啊。那我觉得今天就是以这个，因为其实小明星平常旁边都是大跟班，然后今天想说换一个小咖的走看看，然后感觉一下蛮不一样的。那等一下那个宪哥会用不同的方式出现，那等大家期待一下。那我这边就是先完成我的部分，那期待小明大跟班还是可以得奖。我们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，很希望可以得奖，我一定会好好享受每一刻的。嗯，谢谢。走了走了，不干你的事。走了走了。